会滑倒的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滑倒联盟。那么今天就由我跳舞老师要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滑倒联盟的干部们。首先第一位出场的便是我们滑倒联盟的队长，滑倒队长手持雷锤，右持滑倒盾牌，头很大，眼睛很小，让我们欢迎滑倒队长吕正元。第二位出场的便是副队长，皮肤黝黑，力大无穷，统治着瓦干达的黑豹人吴宇峻。接下来出场的是雷神的正宗传人，宇宙的花美男，奥丁之子，雷神索尔男，王兆杰。下一位是世界上最会射箭的男人，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，他已瞄准你的心，让我们欢迎马眼吴宇峻。紧接着是身怀混沌魔法的女巫，因为身材很好而拥有大批男粉丝，让我们欢迎绯红女巫全身被钢铁包覆的男人，欢迎滑倒联盟本一角肛门人彩虹腿。下一位便是肛门人的老婆，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条脊髓嘛，让我们欢迎女肛门人小茄椒蔡欣荣。下一位是被滑倒射线击中的女人，号称滑倒联盟最强兵器，保证让你惊奇不断的惊奇队长屈婉希。紧接着是可以和植物交流，感知对方的情绪和想法，拥有两根触角，螳螂叫李阳红。下一位请拥有皮鲁力，伸缩自如，变大变小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什么都晓得假人邱以辰。是拥有高强法术的魔法师，保管时间宝石的至尊法师，奇怪博士简宇峻。最后一位就是以高度的智能、出众的美色而拥有大票男粉丝拥护和绯红女巫，到底谁比较正呢？让我们欢迎黑寡燕燕俊仪。浑身解数，带给各位一场精彩的表演。